定要在杨梅得到大家的支持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力挺小鸡，全台跑透透，蓝绿主帅前进深水区。支持咱的侯友宜，拜托拜托。合体张力善云林大车扫，中选会在昨天也公布各党立委候选人财产申报资料，其中国民党最有钱小鸡就是不分区立委排名第十一的苏清泉，光存款就超过8000万，加上投资股票身家破5亿，胜过不分区名单第一第二的韩国瑜跟柯志恩，两人存款跟土地都望尘莫及。在民进党不分区名单中排名第十八的黄义瑞封为投资王，光6笔股票就破亿，加上投资存款粗估身价破3亿。至于现任立委洪生汉，存款108万，但名下无建物土地，蝉联民进党最穷不分区立委。至于民众党不分区立委第一名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，不动产共有3笔土地跟3笔建物，存款146万多。而被列为不分区立委第二名的前立委黄国昌，不动产部分有15笔土地、8笔建物，存款则有400多万元。选前倒数不到一个月，大党目标拼国会过半，小党争取能多一席是一席。财产申报曝光，也让选民看出候选人的惊人身价。